这节课开始，我们学习楼形总目的楼形目。楼形目是真果鱼类中种类最多的一个目，它的鳔没有管，背鳍通常为两个，第一个背鳍由鳍脊组成，第二个背鳍由鳍条组成，没有支鳍。上颌的口缘通常由前颌骨组成，无尾脖饰器，一般具有上下肋骨。无肌间刺，楼形目中种类最多的是楼亚目。我国大部分的海产食用鱼类都属于是楼亚目。花楼是楼亚目一科的经济鱼类，体延长、侧扁，口大、倾斜，下颌突出，齿为绒毛状，体背小至鳞。体背侧背鳍上有黑色斑点，大个体不太明显。背鳍的鳍脊部分和鳍条部分分离或者只有基部相连，中间有明显缺刻。花楼为近岸浅海鱼类，常在河口一带生活，也可进入淡水中。沿海南北都有分布，为凶猛肉食性鱼类。贪食，生长快，个体大，肉味鲜美。鳜也是一科长颅亚科的鱼类，背鳍的鳍脊部分和鳍条部分是相连的，中间一般没有缺刻。两颌内行牙齿不能倾倒，背鳍有11到14枚鳍脊，生活于湖泊和江河的缓流处，常单栖，除了繁殖期以外。从不形成群体，为凶猛鱼类，主要摄食小鱼，其次为虾类，有时吞食同类。成鱼对鲤、鲫等幼鱼有较大的危害，生长速度较快，肉质细嫩，为淡水珍贵食用鱼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石斑鱼亚科的石斑鱼。背鳍鳍脊部和鳍条部分相连，中间没有缺刻。两颌内行的牙齿可以倾倒。背鳍有8到11枚鳍脊。石斑鱼属是一群很标准的现代楼形目鱼类，多栖息在辽阔的热带海洋中，为珍贵的食用鱼类，经济价值很高。我国已知有30多种。绝大部分分布在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台湾沿海一带，主要代表种类是青石斑鱼。青石斑鱼的尾鳍是圆形，体侧有6条横带，各带不中断，为沿海常见的暖水性中下层鱼类，常栖息于沿海岛屿附近岩礁之间的海底。性情凶猛，喜欢吞食鱼类和虾类。多鳞鳍为鳍科鱼类，体长略呈圆柱形，稍微侧扁，体背小至鳞，背鳍两个分离，第二个背鳍和臀鳍的形状是一样的，而且是上下相对，头前部平坦，口小，吻钝尖。颌齿细小，体侧没有斑点。多鳞鳍从黄渤海、东海到南海都有分布，栖息于水质澄清的沙质海底，常常进入河口，受惊之后会钻入到沙中，为温和肉食性鱼类，肉味好。方头鱼科的日本方头鱼，体延长、侧扁。头钝圆，接近方形，眼睛中等大，靠近背圆，腮盖骨上面没有棘，前腮盖骨后缘平直，背鳍连续没有缺刻，尾鳍为双凹形，身体红色，分布于黄渤海以及东海，为温带近海中下层鱼类，产量不高，但是肉味美。动物食性，性情温和。
菌草鱼属于菌草鱼科，体延长，稍侧扁，体侧有三条黑色的纵纹。第一个背鳍有6到9枚鳍棘，粗短而且分离，可以收纳到背部的纵沟里面，性情凶猛，沿海都有产出。菌草鱼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为大型的食用鱼，生长速度快，经济价值高，是市场上畅销的水产品，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南方沿海一带的重要的网箱养殖对象。深科鱼类是一群比较大型的或者中型的海水鱼，生活在水的上层，游泳快速，有不少种类是重要的经济鱼类，主要特征为体侧扁、尾柄细，体背小圆鳞或者鳞片呈退化状，有时侧线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背有骨质的棱鳞，两个背鳍分离。第一背鳍短，鳍极弱；第二个背鳍长，臀鳍前方有2枚游离的鳍棘。首先来看原身属的来源身，棱鳞存在于侧线的直线部分，第二个背鳍和臀鳍后面有1枚小鳍，喜欢集群，对蓝绿光有趋向性。我国沿海均有分布，在福建、广东省是相当重要的经济鱼类。竹夹鱼属于深科的竹夹鱼属，侧线的全部都有棱鳞，第二个背鳍和臀鳍后面没有小鳍，背部呈黄绿色，腹部白色，对声音敏感、贪食，含组氨酸高，容易腐败。产生组织胺，引起过敏性中毒，所以这种鱼如果不新鲜了，就不要吃了。竹夹鱼经常与蓝原鲻等中上层的鱼类混栖洄游，我国的各个海区都有分布，尤其以北方沿海产量多，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。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一科、喜科、方头鱼科、菌草鱼科和深科的几种鱼类。深科鱼类侧线上面有棱鳞，其中来源身的棱鳞只存在于侧线的直线部分，竹夹鱼的棱鳞存在于整个侧线上面，其余的几个科的侧线上都没有棱鳞。菌草鱼科的菌草鱼背鳍有粗短而分离的鳍棘，方头鱼科和喜科臀鳍有2枚鳍棘。方头鱼头呈方形，背鳍一个；多鳞喜的头不呈方形，背鳍两个。一科臀鳍有3枚鳍棘，其中花楼背鳍的鳍棘部分和鳍条的中间有明显缺刻，桂和石斑鱼背鳍鳍棘部分和鳍条部分相连，一般没有缺刻。桂鱼的背鳍有11到14枚鳍棘，石斑鱼的背鳍有8到11枚鳍棘。这节课就学到这里，谢谢。